来看日本的山梨县一间便利超商的头前哦，会当看到真水的富士山的风景。因为这个地点上出名，嘛严重去影响到民众甲附近的环境哦，所以从开始已经用黑布甲风景盖起来了。有游客是表示讲真失望，也唔过冇人真支持哦，认为讲卖去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活较重要。这大丁工人无用时间，甲悬2.5公尺、长20公尺的黑网仔布挂起哩。以后行伫这条人行道，未阁看到罗森便利超商甲富士山的美景。有法国游客就赶紧把握时间来翕相。I found out that it was the last day, so we didn't really plan to come here, but we say, yeah, we have to go there. We will be the last one to see it. 这间罗森便利超商伫东京西南边50公里的山内关富士河口湖。商店顶面放富士山头的相片，伫几廿年前开始伫网络世界团，或者变作打卡受欢迎的景点。真侪游客唔擦经过，走到车路翕相，人甲车相擦的情形真危险，也制造真侪粪扫甲噪音，互当地民众真困扰。当地行政机关决定介入，第二日正式挂一块黑布，伫遮甲富士山做伙翕相的美景未阁有。有游客表达支持。There's so much spots and photogenic spots that you can to get a really nice photo of Mount Fuji that is not blocked. So I think it's for me it's a good movement from the town itself. 日票换美金伫4月份来到34年来上低，吸引真侪海外游客走来日本。何况这是一世人一定要去的富士山，也变作游客目标。过头的旅游造成富士山风景区真大的负担。为了解决观光公害，山内县政府对7月初1日开始限制逐天进入辖内富士山步道的登山客人数是4000人，并且开始扣达人2000日票的日山通行费。山内县府日早透早开放吉田口登山步道通行证的线顶预约，逐天预约上济3000人，并且保留1000个名额提供长工预约。县府也透过声明，欢迎登山客会使加捐1000日票，共同为富士山山难保佑来出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